中三条以上说明你很孤独，在一段感情中一定会有强弱之分，但强的那一方如果一味无休止的只是将你要强的一面展现出来，想必这段感情是不会长久的。反之，弱的一面如果只是一味的示弱，相信时间久了也不会有好结果，所以一定要懂得刚柔并济，这样的感情才能走得长久。有些人在别人面前很是活泼开朗，但一个人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孤独。有句话说，孤独的像条狗，说出了大多数人的状态。下面的九条，如果你中了三条，那么说明你很孤独。如果你很孤独，不如放下你的手机，关上你的电脑，走到人群中去，买些自己喜欢的衣服，吃些自己喜欢的甜点，和朋友们 K 歌到天亮，让自己的孤单情绪得以排解，或许你会觉得更舒服一点。第一条，只要当初你肯挽留，对方可能就不会走。但是你还没有挽留，你说你不在意，骗得了别人，却骗不了自己。第二条，有时候你想，这辈子自己是不是就一个人了？你经历过感情，但没有拥有过真爱。第三条，内心比谁都深情，表面上很绝情。第四条，却还要装作很开心的样子，明明不想笑。第五条，只想自己待一会儿，谁都不想见，有时候会觉得很累。第六条，只有你知道你是在表演快乐，没有人完全了解你，他们都觉得你很快乐。第七条，你长大了，已经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任性，某个时间你会特别想念某个人，然后想要给他打一个电话，发一条短信，但最后你什么都没有做。第八条，只要对别人稍微好一点，你就会感动得像个傻瓜一样。第九条，一个人深夜走在街上，看着熟悉的街景，听着熟悉的音乐，而那时的人却不在你身边了。